干露露扯了衫，新丝露露底横。有名你叫啦露露啊嘛，不过呢个内地裸模咧，终于露出事啦。上星期六本来风风骚骚喺贵阳主持一个皮草城嘅开幕礼嘅，约中多个布就梗噶啦。不过可能班 fans 饿咗太耐啦，忍唔住出手一扯，一争啲就扯甩咗露露件衫。啊，唔系，佢块布至啱啊，争啲就变咗干露鱼啦。不过同一日要露嘅事咧，实在太多啦。嗱，带大家睇下江苏镇江新丝路中国小姐嘅决赛啦。瘦到得翻排骨嘅佢，本应就冇乜嘢睇噶啦。啊，估唔到露一露条底环，咁就俾佢抢翻啲镜。只不过一山还有一山高，你露底时，人家就露奶都唔止啦。咁出位，唔知系咪大国崛起嘅特色咧？